新的一套想法，我有了新的一套想法，依然是曹操来做这个我们的主角，曹景和。前奏就跳过去，然后讲解跳过去，好，没有问题。现在来说的话，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，我们上一次的打法就是先打宛城嘛，然后跟这个宛城作战的同时，司马懿也过来跟我们就是大闹，真的是有够讨厌的。所以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要分成几步来走。第一步就是我们去占新野这个空城，占了新野之后，就可以接着去占这个江夏。当然，江夏比较容易被水陆给占领的。不过，我可以的话，先占新野，有机会的话去看看能不能打到襄阳之类的。不知道，看状况。宛城可以先放一放，司马懿比较强，所以应该要截之为友，以后他就不会来搞我们。何进真的很讨厌，何进他没什么事情，然后就来搞我们，这个真的是有够没一件事情。这种状况之下，辅助其实挺弱的，但是汝南有许多的人才，所以说。放着孔宙不管，他就变强了，是不是有点鸟？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做这个速推孔宙，然后不再是速推张绣，速推孔宙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占新野，那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大致上分为几个，第一个就是做这个外交府，这样子的话可以省钱省行动力。再来就是盖一个大市场嘛，因为市场20天，大市场30天，就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。那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不用派太多人，大概派个5-6千人就可以了，5000好了，5000去那个新野，但是当然也要带钱，不带钱怎么行？潮水政治不能够太激烈，就随便派这几。曹髦、曹植什么的，然后也不用太多钱，就2000就可以了。让他们自己做事情，这个东西有点传教的意味存在，没错。能不能就是将来可以双面去打这个张绣，这样会比较容易的。我想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先这样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继续走。然后接下来，在那个外交府盖好之前，我们先不要进行外交的动作。然后接下来要速推还是要怎样？思考一下。我们可以先养一下。先养。司马
意在张秀君散播有关曹操之不好的谣言。司马跟曹操的这个，难道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和平共处吗？不要盖了，不算了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跟这个司马懿交好，算是我的想法。我觉得有必要做这种事情。司马懿又强，然后用那个，真是讨厌。荀彧一路上辛苦了，今天为何事而来？友好关系上升。司马懿，我们暂时打不到他，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来打我们。他一直来打我们的话，对他们不利，对他们不利，然后对我们也很不利。所以做这种事情也是情非得已，情非得已。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是吧？没问题，那然后接下来嘞，继续干。有几兵，几兵是哦，曹仁是 S 没有错，没错，那个这个东西我们带个3000的。先这样子，然后看鲁能怎么样。鲁能现在还是只有两个人，还是只有两个人才，不是两个人，是两个人才，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港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站起来，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可以靠港讨生活，对吧？跟司马懿结好，还变友好了。变友好之后，应该就比较可以那啥了。还是要变亲密才可以结盟？我看一下行不行？不行，看见我们钱不够啊！钱不够怎么办呢？钱不够也不要紧。星野好，都留在星野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在星野继续搞这个政治什么。我们这钱不够，人才子可以干。跟司马懿先友好，友好之后看有没有机会之后同盟。孔宙、许靖他们来了。
先停在这儿，这里是汝南境内了，让他们再消耗一下，消耗一下。接下来，就这样吧，也是三千，然后接下来征兵，然后接下来再征兵，后面是曹休，这个郭嘉还算可以，就这么办。就是说暂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。下一个还有点钱能收入。接下来，郭毅，当然就是可以来舌战，舌战郭毅。好，时节，这个一看就是需要手语一下。时节小，那也要手语。哇，到了时节大。
这个就屌了点了，毕竟没关系，可以用中打他一下，然后他们有话术，踢出他的话术，没有，话术攻击是愤怒，然后用他手里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中，哎呦，他居然。受伤就受伤了，情绪但是非常的非常的气质，暂时过不去。变亲密，变亲密就可以结盟。凶的太可怕了，这样子他们两个都会暂时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回去，他们变成亲密之后，我们应该就可以跟他结盟了。
结盟是要更多钱的，威力暂时招不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把一些人移动到那个星野，把一些人移动到星野，像是政治高的，我们就把移动去星野。陈群、中遥嘛，不要担心。我操，这些人都有乱七八糟的那个。乱七八糟的关系，你应该要把它全部解除才对。做成那个梅花形状之后，简单来说，之后就可以考虑在中间直接盖一个造壁城。当然不一定要直接盖，我可能会再说吧。这样子真的基本上恐怖军只要回不去，那基本上鲁南的建设就完蛋，鲁南的建设就完蛋。建设那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们修太古台就好，我们在这修个太古台，他们两个就会自动过来跟我们作战，然后不顾粮食，他们不顾粮食，我们的粮食比他们多，所以不用担心 ，Don't be afraid。接下来看一下，还是不能够跟他们结盟，我们已经亲密了，对吧？我们已经亲密了，所以。跟他们亲密了，那理论上是可以结的，但是钱不够就不能结。连荀彧都找不到了，那代表应该是真的没有。伤很重啊！虽然建设星野怪怪的，但是没有关系。Thank you.
枪兵在，骑兵在。居然接下，没有想到，许靖应该没那么强，许靖顶多二十。被我们杀了，那基本上就没有关系了。对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如果可以把那个孔宙给干掉，那我们就可以了。哎，找不到钱，有点可惜。那汝南如果变成空城，我们就可以再空降一批人去汝南那个叫什么？事情，然后星野我们现在也已经轻松的站下来，我们只要以许昌为支点，南部的两个城都建设一下，那基本上就是稳稳拿下的节奏。然后这个刘备感觉是要打刘表，我们当然要跟最强的势力结盟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要最强势力结盟。哎，小剧场来了，荀彧，哎，不错，跟曹操军携手并进吧。能得到您的理解，真的太好了。为何挺着胸回去了？挺着胸是什么鬼啊？啊，没有问题。曹操跟司马的结盟，这莫名的有一种搞笑的感觉。这个暮雪最讨厌的就是我跟司马懿结盟这种事情发生了，但是我完全不讨厌，所以该结盟的时候就要结盟。我饶人时且饶人。星野就作为一个小基地，不好笑。哎，居然接下了，那我们就跟孔宙单挑吧。就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强中自有强中手，然后一招居然没有，原来我们重视攻击。好，孔宙被打掉，该胜而胜就是自然的结果。一将被俘了，那我们直接把他杀了。孔宙军的君主孔宙死去了，然后孔宙军就灭亡了，这样汝南就变成空城了，几乎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就拿下了。
哎，真是太棒了，对吧？真是太棒了，鲁南突然之间又变空城，莫名搞笑，莫名搞笑，这个就是瞬间就推掉他，瞬间就推掉他，这比推宛城容易多了，简直，这真的是比推宛城容易太多了，只不过接下来就要跟诸葛亮作战了吧，我想。这还有1000多少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带一些钱，带一些兵过去。这感觉就是一副要东征的节奏，是吧？感觉就是一副要东征的节奏。那尤其这个司马懿跟我们结盟之后。司马懿如果跟我们结盟的话，那他应该就不会来扰乱我们，不会来扰乱我们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心了，放心大胆。我杀了孔宙其实有点可惜，但是我来讲，你不无罪，怀璧其罪，陆雪也不喜欢孔宙，所以杀了就杀了吧。这些人都通通一下。这些在野的武将都在汝南，可以都登一登，都登一登，登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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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感觉，还不错。这个瞬间就灭了一个势力，孔宙的势力，咔的一下就灭了。那星野，我们只是为了在星野赚一点钱，所以在这里休于事有点可惜，就没有。直接就处决了俘虏的团队，就有点搞笑。陈道，然后跟许靖失败，许靖俘虏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好，我们现在在行进的路上。这里是哪里？这是断野场，断野场还在盖，不知道啥时候才盖好。没关系，小问题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星野也应该会有人才吧？有董厥，董厥好像是蜀国的，不太适合我们曹军来那啥。荀彧，荀彧去那个啥一下。然后夏侯惇，能不能再找个人才出来？不行，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人才了。跟那个司马懿结盟还是有好处的，他接下来就会考虑去打何进，或者去打那个刘岱。刘岱，那张绣，张绣这边先等一等，先等一等。反正汝南我们可以把它占下来，是最好的事情。汝南看一下这个冠秋简，等一下会不会来打我们？如果会的话，我们就用曹操他们来。搞事情的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不能够。哎，刘备跟我们不合的是吧？但是刘备跟我们没关系。哎呦，哎，投降了，投降了。濮阳港，反正没关系。反正星野我们暂时已经那个了，对不对？
千。付千哦，先不要，因为付千感觉是那个蜀汉的武将，不太适合。他攻克我们是鲁南。现在是月初，我们只要等曹植的钱到了就没问题了。只有500资金而已，可以拿到333资金，这个是6多多。张飞，张飞加关平加诸葛亮，这是一个攻守兼备的一个组合啊，攻守兼备的组合，觉得有点担心是吧？有点点担心吧，你暂时没办法做任何事情，可以训练，但是其他的就不能做了。李通。诶，当然用舌战，但是不用砍，一定赢，对吧？一定赢。看起来鲁南没有人才，星野还有没有人才？副团。诶，不用砍，一定赢。呵呵，不错，这样感觉比上一局轻松超级多的，我们。哎呀，可惜了。樊建，他是蜀国的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就是慢慢的让他们先养钱起来，然后不知道司马懿打算去做什么，不知道司马懿打算做什么，我们就是。搞不好打算要去打刘岱啊，刘岱现在有哪些人？夏侯令、刘馥、潘璋，天哪，这个神将居然在刘岱的手里，太夸张了，过于生草，对吧？过于生草了。也不错，付钱成功了。张飞跟乐音就这个事情，那有没有问题？能不能被登陆？不行，还不行。无忌。
错，我们的行动力越来越多了，这就是滚雪球，这就是滚雪球。然后在这里再盖一个灌野草。虽然只有100，但是没关系，就这样子。36多多的。拿下汝南跟星野之后，基本上就非常稳，非常稳定。司马懿的这支部队到底是打算往哪儿走？他们东出虎牢了，是打算要打陈留吧？确实是要打陈留。他们打算做什么？刘岱现在正在被张角攻击，然后司马懿也打算要打陈留，那也不错，说真的。牛津、李丰、李严、刘圭跟腾修是吧？哇！我们只能够就是那个，可以研究技巧，但是我们现在暂时还没什么事情可以做，有点尴尬。诸葛诞在这儿，诸葛诞他的如何？为智力一般般，就统帅比较强，魅力比较强，其他都是70几，就没有说非常的强大。哎，不过冠秋简他现在是打算要打小沛，而且精锐尽出了，可以说是。看一下他们可以啊，感觉上布置布产都在那儿。老实说，我个人是比较想要打张绣，但是现在寿春那么空虚，理论上是可以打的，理论上我们钱不够，这是有点可惜的部分，那既然钱不够的话，我们就先干黑市，捞钱。星野可以暂时先猥琐发育一下，先猥琐发育再说。找不到人才了，星野。汝南呢？看一下，可以了，原换。诶？吕据是吕范之子吴国的吕范。
哇哦，又是无果的。姓吕的，我们自己干不行。星野跟汝南先把它拿下来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一下就占了三个郡，占了三个郡，然后跟这个司马懿结盟，基本上跟强者结盟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先把孔宙给干掉，然后接下来鸠占鹊巢，这个是我们的打法。38+11+12，其实我们的人才已经非常的多了。这个要怎么看？哦，这样看，战力，我们的人才，我们的人才是全国最多的，全国最多，而且有三个城，那就比较好办。到底张辽不是张角跟那个司马懿谁可以拿下呢？觉得不太对啊，那行，先把士气弄起来。七月的时候会再来粮，所以应该不用太多担心。依然不行，依然不行。那我只能就征兵了。我们先生产兵装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现在冠秋简部队正在陶谦那边肆虐，然后吕布也在打陶谦，这也是比较刺激啊，比较刺激。司马懿军已经要去打陈留了，司马懿军要去打陈留，哇，刺激，太刺激了。
墙角这个东西是在搞雷击啊，这个太恐怖了，简直太恐怖了。颜良攻占高唐港，哟，本来袁绍在南皮，现在应该打掉了其中一个，打掉了平原，然后现在哇，这个。韩馥是想要去打这个袁绍，对，应该是想要去打袁绍，没错，没跑了，没跑了。鲁南应该没人才了，好囧啊！好囧啊！太他妈囧了！钱了已经，现在都已经没钱到这种地步，简直是过于夸张，过于生草。没钱的时候就知道了，知道。上庸居然是空城，但是上庸会经过那个，会经过那个张绣，知道吗？张飞是要带这个去搞事情的吗？难道？那应该是要封周刺史，我应该是封到了豫州刺史。曹禺州，刘表，小婊子，莫非要来打我们？看起来小婊子真的是要来打我们，小婊子。如果可以拿下襄阳当然是好。张绣，智力太低了，除了这一点我想起来现在要高想一下，就是许昌这边这个太低了，中程度许昌，先让曹冲回去，然后接下来
留在胡杨港，然后接下来40天，到许昌也是40天。在下子，那就这么办。那其他的人才就到许昌去，但是到新野，许昌好，许昌比较有钱。有一个曹植在这儿就够了。可以啊，我们先占了三个城下，然后接下来再慢慢再说。张绣直接攻向司马懿，这个人怎么那么那啥啊？好囧啊！太久了，这个感觉陶谦要被冠秋田给推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这个样子搞的是有道理。这有功，本来目的应该是想要就是。占上庸的概念，感觉要打到了，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张飞也要来，张飞跟那个。
费应该也是中立。一大堆的刘备也是中立没错。对，张飞跟这个刘表如果今天打起来的话还不错。还不错。嘉慧不是魏国的吗？还是他觉得那是晋国？他觉得自己是晋国，太扯！如果他这样觉得，那真的是扯到爆炸。无父无君，弃国弃家。终于拿到钱了，一个曹休加一个曹冲应该是可以了。张角没能灭了刘岱，反而是司马懿灭了刘岱，这个倒是挺可以的。是啊，居然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也是，这没有关系，小问题。这依然是许昌的境内。有人在演，谁？报信一定可以。
关火一下。河岸关火，是吧？河岸关火。那这里的话怎么办呢？看一下，贾诩出门了，然后现在只有张继、李胜之类的人在。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在这里。张绣出门了，所以暂时不可。决出胜负之前，我的心也是不会有任何危险存在的，大概他们要先决出胜负才能够来打我的心也就留了4000多人，手心也破了。想到他居然先来打我，那倒不要紧，那倒不要紧。然后张继、胡车儿他们也来了，然后张绣现在也暂时要来了，也暂时要来了。那也不要紧，我们就在这儿干。
关一点小问题。武力76，智力47，理论上呢？灭了恐龙，哇，太屌了！胡车人，周泰不知道是谁，应该是周泰没有错，但是这个周就不是那个周，此周非彼周 ，nice。家伙他的武力76，理论上有点怕他，我才72的，还是要看的。这个姓刘的76，我才71，但是我们有两个人，理论上是不怕的。曹丕亲自上阵，不赖啊！成语啊！
下。你曾遇受伤的代价拿下了这个流盘，但是居然没有啊，有点没有抓到他，这有点尴尬呀，可惜。射在这儿，不要紧，就射在这儿。Thank you.
张飞张飞一下来的时候会有点难，他已经多少应该是互相亲了，超损了3000多人，但是现在应该算是比较稳。飞迟早会出来，展示一下后勤的事情。
小孩抢救。记错了，但是我记错了，根本没有分到。郭淮跟陈泰应该是，就是，哎，不是哦。这应该可以拿下可以拿下70-64好手我们还有一个90在夏侯渊一来，难以想象。我的武勇想必你也应该了解了，然后打掉了他1000多人，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在新野盖这个工坊白费了，贾诩跟张绣留在上面，被那个张鲁给咬住了，宛城应该可以顺利拿下。曹操的人太强，不过曹操的那个
关平直接就被我们抓起来了。到时候就是区区杀父之仇。这个态度还可以，那基本上没问题。大概，大概。始终没办法。这只是小问题而已，我们可以乘胜追击，我们可以乘胜继续打这个晚上。现在哇，张角的部队很屌，部队实在是很屌，太屌。曹操总是冲第一线的。张绣跟贾诩暂时都走不开，还在上路。
是十一月多四十天。曹操来了。暗器把他带走，我居然得到了鼎文的称赞，实力不错，然后直接把他俘虏抓起来。我上阵了，再继续烧一烧场，我觉得不行。
队居然还没有沦陷，我以为他会沦陷的。不过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应该这个蛋应该是在跟吕布打不亦乐乎吧，对吧？打不亦乐乎，然后这边的项羽感觉很快要被张鲁拿下。新世界的大门，我有点担心，徐逸万一被秒杀了怎么办？赵跟我们态度不一样，变不和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司马懿在北边等，在北边等。天塌下来，党顶着。陶谦被灭，陶谦灭，被灭了。呀，诸葛诞，诸葛诞同志，还不诸葛诞，冠秋简。冠秋简元气大伤，有这种感觉，元气大伤。
荀彧只有十三，他有二十二。只要第一次能够撑住，基本上就稳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只能到此为止，上天在警示我。